刚刚我们吃完了那个鸡肉火锅，他们说他们要去喝啤酒，所以虽然我不会喝酒，但是我可以去看他们喝酒。在中国也有很多，还有那个贡茶也是。我看这个，他们在这个，好，你可以拍视频。在这里是吧？可以啊。阿比，中央了。看看越南的炒田螺，啊，就是这种田螺好像是福寿螺，哎，我们那边不敢吃这种。我们可以是吧？吃这种吧。这种应该是福寿螺吧？烧的，烧啊！我们刚刚来提篮子，烧盖的，mọi người ăn ngao không mấy ơi